黎明国小会对我们带来五首曲目了哈，这五首曲目都是朗朗上口的哈。那第一首是《夜来香》了哈。那丝竹乐团跟一般的国乐团有点不太一样，可以看到他们有指挥老师，哦，完全都是靠同学们自己平常默契练习的功力而成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欢迎鼓掌。